也就是说，诺克斯的体内有成千上万个死者的灵魂，大量意识聚合在一起，失去了基本的理智，只剩下最后的求生欲驱使他们行动。而那个少女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不过这已经是第四次尝试连接诺克斯的意识了。这样反复接触一个高度污染的禁闭者，会对您的精神造成极大的负担。湖边之家疗养院，建成于 NF61 年，为长期罹患慢性疾病的人提供服务，位于内海南岸300米的风景区当中。内海爆炸后，许多信息丢失，我们查不到少女的具体情报。不过根据您的描述，她的病房应该是位于6层的重症看护区，1层西侧的消防通道可以直达那里。这样的话，应该就能最大程度地躲避黑影的追击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记住您自己的身份， MBCC 的局长，请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。还有，祝您好运。请进。您就是新来的护工吧？之前的护工姐姐走之前打扫过了，我现在也不饿。您先休息就好，有需要的话我会跟您说的。6年。原来已经6年了。软组织内异常晶体增生导致的全身肌肉纤维化，医生是这么说的。我自己也不是很明白，只知道非常非常罕见。据说整个迪斯城只有2例。前几年确实连自己起身都做不到，不过现在好多了，有护工帮忙，已经能在屋里走路了。嗯，大部分是学校的同学寄来的。看吧，太久了，我都不记得他们写过什么了。这2年我的视力不太能看得清东西，您能给我读读看吗？
来了呀。这些花就是他们送来的。以前他们常来的，只是最近。其实没关系的，有时候我也会很沮丧，会想自己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但只要看到日出，我就还能坚持下去。你还没有见过吧？从湖面上唰的一下跳出来，温暖的朝阳。现在不太像了，但和我过去头发的颜色一模一样。只要看到，心情就能振奋起来，觉得自己一定能好好活下去，什么病呀、药呀，都没那么可怕了。可惜最近天气一直不太好，不然你也可以看到，真的很漂亮。离开。必须在这里养病。和医生说，不对，我好像，对啊，我为什么不？我真的很想念我的朋友，明明都可以活动了，我该去看看他们的。奇怪，我怎么连他们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？要活下去，不想回去。这样，这样是不对的，护工先生。我怎么能用别人的生命？不对，我好像做过一些梦，我在梦里做了很多错事，他们明明不想，可我还是……这样不对，我怎么会？这样不对，你这样不对，我不要这样，我要离开这里。不许离开，我们约好